前木故居国学讲堂乐龄学堂，请听我们九成宫李前民、欧阳询方法楷书入门第三讲的学员，大家好。刚刚我用这支胡琴来代入，这一条歌叫《问哉》的，在大自然跟宇宙之间，以及人生的经过，很多的未知事，包括我们啊这两天里面看到的这个，我们莫斯科啊跟加拿大交界啊的地点呐、啊，这个月亮啊升起了30秒啊，但是呢，短暂的30秒之间呢，有5秒钟，我们月球把太阳盖住了，瞬间的5秒，我们今天用 AI 科技，可以慢慢来了解大自然跟宇宙的这个规律啊，以及神秘感，这是非常不容易啊。刚刚啊，我们啊所讲的这个就是啊，互换星斗啊，这一点很不容易啊，就是宇宙之间大自然的一个法则啊。刚刚我用了这一支胡琴，上个礼拜是用了夜琴。那支夜琴是原来的琵琶了，但是因为这一支胡琴，它是一个龙头，因为我属龙。这个故事呢，是在几十年前呢、啊，我们有一个胡琴啊，这个大师，我们市立国乐团的吴荣灿教授，也就是温金龙的老师啊，他把这一支胡琴呢，是因为周老师是专研诗词的，他请周老师帮他做了一个对联，他就来送周老师啊这一支胡琴。可是经过了几十年后啊，周老师已经圆寂仙逝了。但是有一次啊，我到他的暖暖故居去看我叔母的时候周叔母跟我讲了一句话，这个二楼的书周老师交代全部要交给你，还有这一支胡琴，因为周老师专门研究南北管，弹他唱他都会所以呢，他交代叔母要把这支胡琴送给我这是一段这个六艺之中诗词书法跟这个音乐的一个情感交流，所以我很怀念这一段。那说起这个吴荣灿教授当年我们台北市立国乐团王正平团长在的时候这个喜欢我们宗教音乐，那吴教授也常常跑到我这边来，叫我跟他填词作词给他填词然后作诗给他做音乐，宗教音乐用。我记得有跟他完成了两条曲子，一条叫《灵咏》这一条是很漫长的一条，我们宗教意识歌曲。还有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那一支夜琴，因为它远远的，我们台湾都叫做夜琴，其实是原来的琵琶，一琴一琶，一弹一跳的意思叫琵琶。那这一点又想到
市立国乐团的一位大帅哥，也就是琵琶王子，就是我们侯立宏先生，啊，他那一支琵琶，啊，也留在我这里，啊，我记得，我们王团长就职的时候，在市立歌团，有请我们，啊，侯立宏，我们侯大，啊，琵琶王子到我这边来，要求一张字，啊，我记得是三尺六尺。《波罗蜜心经》，因为要推展佛教营业，放在他们的会客厅，啊，那用郑恺写的。结果我写的时候，因为我写字都是不打格子的，所以三尺六尺的字写起来有一点点，哎，会往上飘动的感觉，这种楷书啦，整体性很有意思。结果就放在我们啊的这个市立国乐团的贵宾啊会客室，啊，后来转到中山堂啊，也换在中山堂的啊这个市立国乐团的会客室，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有回到我们社教馆啊，啊，以前在社教馆我记得是这样啊。然后其中有一段很可爱的事情，就是我们市立国乐团的团长啊，因为喜欢宗教，所以遍游我们大陆的名山大川跟寺庙啊，或是呢再找一个东西叫《波罗蜜心经》，看能不能有比我啊送给他这张字啊更好的书法门。结果竟然找了几十年啊，这个王建平王院长已经不在了，可是很有意思，这张字还是存在，为什么？好像他找不到，啊，一个更合适比这一张呢更好的《波罗蜜心经》，啊，这是一段当年的故事，啊，我们刚刚这条歌叫《无问不知》啦，也讲到我们的啊这个啊这个乐曲，啊，那我们现在。书书礼乐数色，我们看到乐的部分跟书法，还有我们周老师的诗词，啊，已经都结合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写字毛笔不是这样拿吗？这个拿毛笔啊，毛笔是这样的，拿毛笔是这样的，啊，各位。学员注意一下，毛笔是这样的，对不对？手是这样，对不对？啊，这个离开这里十公分左右，不要去碰到它。左手是这样，啊，这个对准中央叫心正则笔正，啊，这也是一个横纵，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胡琴，很有意思。有空的话，大家不妨也玩玩乐器啊。胡琴是这样拉的，啊，我们有分写书法。纸笔有分单双钩，注意看这个是这样拉的，这个把它拿起来就是拿毛笔了，啊，这左边的左手是一个啊，这个很有趣的事情，这只钩直的时候就是毛笔，那你会发现这里是这样拿毛笔，那毛笔也是这样拿，毛笔也是这样拿，这个是双钩，这个是单钩。所以单双钩，日本人学到单钩，有单双钩，你又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注意看我们的手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们在商业部分里面，左手是一个传票，右手在打算盘，也是这样 啊对不对？那我们看看我们乐器里面有很多弹拨乐器里面，我们弹古筝啊，你看这个手啊也是这样啊，那我们看看我们古琴在滑音的时候，这个也是这样 啊再多注意一点，刚刚讲到乐书书，哎，书书礼乐书色，啊，我们看看刚刚所讲的，这是两条弦，刚刚那个琵琶是四条弦，嗯，啊，胡琴两条弦，啊，那我们吉他六条弦。
那我们有七弦琴、啊、叫古琴、啊、七条弦，这就是数据。刚刚我们跟我们在摄影的啊，我们啊，这个博士老师啊，再聊一下数据，包括声音呢、啊，包括我们的 logos 这个光线，啊，这很科学的一个东西，叫数据。啊，那我们刚刚看到，除了这个以外，叫色，也就是我们啊武术部分呢、啊，啊，注意看哦，这个、啊、我们武术部分里面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啊，这个叫左右啊防御的，有这个东西叫祖母手，啊，有一个防护。啊，注意看这个啊是祖母手，那也有这种东西，这画的东西，那你会发现到万流归宗，书书礼乐宿舍全部是一体的。那我们胡琴里面，我们书法有快有慢，这胡琴啊啊啊有滑音，也有快，轻重缓急全部一样，万流归宗。所以我们乐龄学堂的学员回去不妨，你有空的话叫闲情逸致，你玩玩音乐，听听音乐，尤其你在写书法的时候，看你写哪一种字体啊，你无论是西洋的这个小提琴啊，这个我们钢琴啊，或者东方我们的乐器啊，有笛子、洞箫，通通没关系，或是有鼓、有节奏感的、one more two more 的，因为我们书法要韵律感，所以它是一体的。无妨你们写字的时候放音乐也来听。我主要是把刚刚这段机缘啊，来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学员啊。我们进入到我们真正的主题。我们的主题里面呢，啊，我们讲到啊，我们楷书写字写楷书，楷书有一个系统性的啊，楷书里面有这个。啊，系统性的圆方笔，嗯，那我们系统性的这种是圆笔，这是圆笔，顾名圆笔就是用中锋，啊，这是圆笔的楷书。那我们民间的一般比较少写这种圆笔，啊，这个分为圆笔跟方笔，啊，这是方的，这是有棱有角的方笔，啊，分这两种，啊，那我们圆笔的部分就以北魏啊，我们郑道昭啊，郑文公碑啊，郑西上下碑啊，啊为代表。这种，那我有一本书叫《益州双戟》，也就是我们康有为的老师叫宝世成，又叫宝沈博啊。他在《益州双戟》里面呢，啊，他曾经啊写了一个书论呢，啊，他夸奖，他说郑文公。啊，郑道昭的郑文公郑西下碑是我们啊北朝第一善本，嗯，曾经这样讲。我记得他能对我们写书法也有一个诠释啊，他说定气先将两足弯，嗯，两个脚啊要平起，哎，全身精力到毫端，笔这边在写字，物入而行行水势啊，好像鹅在游泳一样，但是你的五根手指头通通齐全，让你的啊硬笔自如啊，啊放诸五指立其然，才知道
五只手指头应用自主是不容易的，力量要取巧。这一点在座的学员可以试着。啊，日本人拿笔拿单钩，单单一只钩子，我们拿双钩，啊，他把我们啊中国都学一半了。甚至于刚刚我们讲到简单的诗词，日本人把我们七言绝句、五言绝句拿走了，他们叫排句，叫骸骨，也是七把我们七句拿走，啊，七句去用，啊，那中间插一个五言绝句呀，啊，后面再用七言绝句再补回来。用三句啊，叫七五七，啊，这叫骸骨三句。你当然这个单钩他也拿，双钩拿一半去了。那记得刚刚我们所讲的，为什么他是北朝第一呢？那刚好有一件印证。啊，经过我们印证啊，辩证印证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近代的一代朝圣啊，伊右任先生。啊，伊右任先生当初他在写考书楷书的时候，就从北魏正道刀入手以外，又写了一本啊墓志铭，叫《张黑泥墓志》啊，然后把这个应用到历代的草书里面去。所以有学生常问老师啊，那个伊右任的字啊，写出来啊像蚯蚓一样，我说笑一笑啊，那你就不懂了啊。这伊右任的先生的标准草书，你们来看看他啊，他转折地带，这种转折地带，这种转折地带，这种转折地带啊，啊，这一种转折地带啊，全部自在运用的时候是一波三折，这就是惯性定理，就是出自于我们啊北魏啊郑道昭的手笔，各位看清楚一点，你看看哦，这个一引的引，它不会直接写直的，它有一个弯度，一波三折，这个木字旁一波三折。这个诗一波三折，啊，我们这个撇一波三折，捺一波三折，一波三折，啊，所以伊右任后来也把这个应用它到他的书法里面去，所以这个非常观念非常重要啊，啊，所以我们这一段写个伊右任先生。啊，他的法书也就是书法了，啊，亦尽得其神韵，尽得我们北派的神韵。这又一段故事了。当初我在乡下小的时候，我到台北来求学，啊，我跑到我的老师家去啊，七点钟，七点半啊，因为我的老师去应酬啊，李先生啊，跟叔母去应酬。十一点才回来，我在那边跪在地上，跪了四个小时，将近三个多小时，等老师回来。他一看，这小弟弟怎么在这边呢？我说我想拜你当老师。没关系，拿了一张纸张出来，你把你名字写给我看，你也把永字写一下。写完以后，他就也很讶异，你有基础啊，你写得不错啊，那是一种夸奖的话了，也是一种激励的。后来，我到他那边的时候，因为我以前都写这个柳公权、玄秘台啊、颜真卿啊、这个建中帖这一列的东西啊，叫颜柳照的系统，跟高书小稿，还有写一点黄柱言，清朝人的东西啊。因为那时候，这个百废俱兴啊，刚光复不久，啊，我们师资里面我们所有的硬体设备都不足的，老百姓只求呢，三餐温饱，那刚好我那个时候上来的时候，快要产生像。由农业转型到啊商业
工商社会啦，所以他叫我把名字写好。所以我发现第一课，日本人他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方方正正，这就是我们八木注意啊，叫修信，他说的修身啊，教育里面第一课就是把名字写好。所以在座的我们学员一定要把名字写好，叫书同其人啊，那就是你一个申论出去外面啊，任何宴会啊，或是一个雅集团体里面，一定会用上你的名字，啊，名字写好很有关系哦，啊，这第一点啊。那再来啊，我们第二种就是这种啦，啊。刚刚那个一波三折、弯弯曲曲，现在这一种啦，啊，哦，力如刀割啦，啊，这个是我们啊。这个方鼻这边呢，用龙门二十品来做一个代表，啊，龙门二十品中间啊，孙秋生照相啊，啊啊这一列的杨大人照相啊，这一列的东西，啊啊很多的啊，龙门石窟里面这一窟，他用方鼻这一窟比较特殊，为什么？它是阳科的，阳科是什么东西呢？阴科就是字凹进去。阳科就是浮出来的，它是阳科的，啊，所以用这个阳科来做代表叫啊石屏宫照相，啊，这个后来他们把这个评为啊北魏啊这个啊方鼻部分呢，刚刚是圆鼻哦，哎，啊，方鼻上第一神品啊就是这个啊，这是我们这个石屏宫照相啊。这个刀啊很利哦，对不对？这个系统谁有用到？我们复古以后就清朝复古啊，我们篆书啊要四大家，中间一个叫邓叔儒，一个叫吴让之，啊，第三个叫赵之谦，哎，他就运用这个来写这个字了，册封的赵之谦，啊，还有叫杨于孙，这是大家中间的第三个，所以很有意思，这到后代里面还要用到，这是我们北朝方鼻的第一神品。从这个以外，由这边经过晋隋一直进入到我们初唐里面，我们初唐啊，当然上回我们讲到隋的四孝子穆柱民，你进入到这边初唐，初唐的五大家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欧阳修，第二个啊就是褚遂良，第三个就是虞世良，第四个就是颜真卿，第五个就是柳公权。那我们看看这些变化中间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宋以后啊，都是学晋唐风的，他的风格啊，都学晋朝啊。因为我们学术界或是民间的啊书家，第一公认就是王羲之是第一写书法第一高手，大家公认，所以晋一定要学啊。经过啊，我们这个隋到唐里面，当然我们有一个到宋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有才华，但是长得太帅了，啊，被人家抓走了皇帝，宋徽宗啊，啊，你看他，那宋徽宗好玩在哪边？书同其人呢，啊，啊，这是宋徽宗的瘦金体啊，他的瘦金体啊，我们来看看他瘦金体里面这一本瘦金体里面的特色。这是他的签字文，他呢，所以，各位你们哦，好好思考一下，但是基础要打好了，不是什么创题啊、文创啊，啊叫胡搞，不是这个意思，一定要扎实。我彻底的研究宋徽宗的瘦金体，发现到，太简单了，不要学就会了。为什么？
他去学褚遂良啊，学颠倒了，就变成这样了。而且这种字写完以后，你跟什么有关系呢？跟画直直也有关系。所以各位，你直直画得好，这个也写得很棒啊。书书画是一体的，所以各位啊，再看清楚一点呢、啊，就是当然写书法字体太多了，我们楷书就有几十种，楷书就有几十种哦，千千，大家不要以为楷书只有会写字就是楷书喽，公的母的用笔你要搞清楚，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好，然后。我们看到还有一个人，日本人叫做金东新，他也用侧方的，他这样侧方啊，笔拿往上挑，这样下面呢会灰白，上面是平的，他微微的提笔往上侧方行走，这样他在清朝里面呢、啊，他就会立足了，也是一个创体啊，所以各位。写书法的过程中一定要扎实，然后呢，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当然，这种创体不得了了，历代啊是1亿5000万啊，一个朝代才四大家。而我们现在台湾到处都是书，会写字，只要拿毛笔就是书法家，这观念需要更正一下。中国里面最大的抉择叫书卷位，一定要读书，这决定性的。还有，有的人就写字，可是。弄出来文章写不出来也看不懂，所以你一定要打很好的基础，要找很好的老师，而且要下苦功夫，这一点非常重要。还有玄帖啦，你玄帖没有玄好，你写了100遍也没有用啊。曾经我看过我们那个什么、网络是吧、啊？常常评啊，我们这个。兰亭序啊，是天下第一行书啊！那讲那种话的人呢、啊，一点常识也没有，脱口坏掉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打双钩再墨出来的，不是写的，所以他是天下第一墨本才对啊。行书墨本，而不是天下第一行书啊，不够格，因为已经造假了。所以兰亭八字。你写的，把它写了10000遍也没有用，为什么？每一个帖子八字通通不一样啊！到底你说兰亭序写的最好哦？定无本神龙本不是这个意思，原来的呢？不见了。所以你要体会它324个字的文章应用，还有里面它的特色。其实这些最好的字已经归纳到《集王圣教序》里面，宫廷里面最好的。这个范帖通通被吸走了，7颗，圣教序去了，因为他的字不在兰亭序这边，兰亭序这一些也不是行书，他叫行楷，他也不够格当行书啊，所以最重要是那一篇文章，跟那一段历史过程非常好，这一点我们肉林学堂的所有学员，我在讲这句话要注意听哦。有的人吹牛，兰亭序写的多好多好，写了10000遍不好，为什么？八柱全部不一样。不信你回去拿八柱出来，从第一个字永和八年的永，通通不一样啊。那你要写谁啊？写哪一个柱啊？什么兰亭序啊？所以这个师资太重要了啊。还有一开始写错，到后面要补救非常难。一开始必先立其器。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最近呢，因为我本身写书法写了我8、9岁开始写书法了，写了60几年了。那时候我没有纸张，我们那个纸张以前叫做粗纸了，黄黄的粗纸，干嘛点咧包物件，包鸡卵的粗纸。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绣金的金纸，那没有钱的人就用那个竹子啊，还有黄麻剥皮的黄麻果去擦屁股，根本没有纸张。在我们那个花东啊，用树叶了，在海边的用石头啊，用石头比较好。我跟各位建议，石头的话，因为
它可以中间可以治疗痔疮，这个很妙的东西。嗯，但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跟以前不一样啊，还有什么五味花、几叶花的啊，还有什么舒洁啦，是不是？都要最好的，不一样的主张。当然，我们当年的好的主张已经慢慢的没落，而且这师傅一个一个走掉，所以我们普里啊，烟花的主张啊，我们台湾甚至于连甘蔗皮、凤梨皮，现在连那个茭白笋都拿来弄啊，都可以制造很好的主张。啊，随着科技的进步，还有一个污染问题很严重，所以我们景气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外面的写这个关系要学习这种传统人文的这个风气不好，所以我们的文化事业很多书籍都关掉，还有我们的和平东路啊这个以及我们长春路这些纸张的店，普里做纸张的啊，一间一间啊都关门了，为什么没有生意啊？我们那个疫情期间呢、关门，还有薄利，还有污染问题，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包括我也希望我们政府相关单位这一点呢、文化单位这一点给我们艺术界多一点鼓励啊，哈，这一点太重要了。还有我们的学界这个读书这一段的风气的部分我们教育部我们相关单位多给我们一点支持跟鼓励，这一点很重要，尤其传统技艺快流失了。因为我本身是新传奖的会长，我们有分成十大类我们讲的书书礼乐书社通通在里面包括布袋戏啊、歌仔戏啊、梨园啊，这些通通是武术他们呢慢慢凋零了，这一点要注意哦，好好保护。在国外，日本跟大陆都有这个保护政策，每个月花他们应该要生活的费用都有，可是我们都没有啊，显出来就自己凋零，自己等死啊。因为没得奖，他活得很有意义；得了奖以后，面子问题，怕让别人知道，这闷死的很多个，这一点我们要好好注意了，多保护啊！希望我们相关单位多注意这一点。今天站在这个，我们很有意思。我们前目顾及国学讲堂做了这么多的民间做，有交代我们那个台北市立大学一直在推广这些东西，民间力量也一直在推展，我们行天宫也在推展，所以希望更多的企业来鼓励来参与这件事情，尤其我们指导单位都给我们鼓励了哈，这一点。然后因为我这60年之间学书法，从没有到有，就跟我们的经济发展全部一样的，这发现一个问题。写书法，各位学堂的同学，我建议你们了哈，一开始买什么墨迹本，用毛笔写的，跟近代生活比较接近。你去看那个碑啊，它是因为用刀刻的。刀刻的是因为经过百工之匠啊，那个刻书去刻，刻的时候会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抄刀以后呢，会经过一个双钩各位来看看双钩，这一点我们等一下再来探讨双钩这个部分，会经过双钩。双钩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勾勒一个字出来。哎，双钩就是这样双钩就是把这个字勾勒出来。
双钩就是用两条线条里面用空心字把它写出来。刚刚这个字是你写的永字，对不对？现在把你的永字，我先把这些空心画出来。其实你们在墨本里面，兰亭序也是这样，先做个图形啊，把原来的字，然后再填墨啊。啊，怎么会一样？一定会误差。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手续，叫上单。上单就是上注意。上单就是把这个墨啊上红色的注意，那基本上这叫上单啊，上了注意，上了注意的第三手势，第三个手势呢啊，就是修饰啊，这边还有一点东西没有弄到，我要修饰一下啊，这个修饰上单啊，这很重要啊啊，这个手势一下，我再把这个修饰一下，这个叫修饰，叫修边，要把旁边这边哦，再填填补补，弄得很漂亮，对不对？弄得很漂亮。好，那经过这些手术以后，你那个白白空白的地方通通没有了，很漂亮啊，对不对？可是慢慢第三道手续已经失真了，对不对？因为加上什么，在尤其这个勾的地位会加上白工之匠，一个书家跟一个匠是不一样的，他有自己的个性，还有他下刀的时候刀要下刀的时候有自己个性，还有一个方那个方位不一样。那我们来看看接下去就是镌刻了，对不对？镌刻就直接把这些字，这不是在石头上面吗？石头上面的字，你描到石头，双钩上单。现在这个是放在一块石头上面，这个石头上面啊，一个石头上面，这块当成石头，这张纸当石头，然后就开始挖了，打呀，开始镌刻啊，对不对？开始刻了，啊，刻了以后，是不是刻完了？这个字刻完了以后，哦，很棒哦。很棒，以后呢又产生回归政策，又回归了，回归什么呢？又变成原来了，要刻字啊，拓碑啊。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塌边以后，中间的字是不是会变白色，对不对？现在把它反黑，懂我意思吗？壳是凹进去的，对不对？应该是旁边全部是黑的，中间白的，对不对？现在我用照相技术把它变成反黑了，就变成这原来的面貌，这样懂我意思吗？啊，各位同学，啊啊，本来是塌边的，我塌下来，这个字塌下来，哎，好，各位很有趣的事情，你可以做五道手续。第一个，你先弄一个石头到旁边，然后呢，用纸张去写一个字，然后放到石头上面去，啊，放到这个石头上面去，然后你把它用描描字，描空心起来，然后你再上单，啊，然后你修饰完以后再刻，刻完以后再经过踏边这五道手续，出来跟原来书法人写的字差距非常之大，啊，因为有一次我到了台东去访问我的这个刻碑啊的专家，啊，林生威先生，我的好友，啊，结果呢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拿碑的他拿块石头啊，我说你多几块给我啊，我写字以后，第一个是已经空心的，上双钩的放旁边，啊，几个字了，哦，几个字已经上单的几个字，啊，几个字已经刻下去刻好的字，几个字用踏碑的，这样懂我意思吧？这出来全五种全部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哎，我们有研究的，在这方面研究的都注意一下，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哦。这一点我们所有的学员注意这一点，哎，五种通通不一样。这是我在我到华东的时候发生的啊瞬间。当天呢，我是住在鲤鱼潭呐，啊。后来我也在这边，我又做了一首诗啊，啊，刚好这个诗呢就是用别派来写的，非常有意思。啊，这是我们啊，这一段到这一段就是我们的差异啊，哈，我们写字中间的一个差异啊，啊，这方面各位。虽然不是很好，叫工整了，哦，这个学演员你回家可以试验刚刚我讲的过程，这一点很重要。那一般我们师资不会去讲这些了，他铁针写一写就好了，他管这个是不是啊？教则，所以当一个茶师，最好的茶师一定要先下田园去种茶，整个过程你要知道，啊，不是茶很好啊，这中间产生的茶农的辛苦，也就是你在读书的时候一举成名天下知啊，过程艰辛没有人知道，只有你知道，这一点你字写很好，别人夸奖你，可是当年你受了很多挫折，散尽黄金啊，未收书啊，这个过程跟苦读的过程没有人了解你，只有你最清楚自己。可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搞不清楚自己的还是自己，这一点有一点禅意啊，哦，这一点很有意思啊。这是我简单的来讲到啊这一段，接下去我们来讲唐欧阳询九成宫李全民啊摘断读帖跟示意，这一点就很有意思，很重要。那一般老师他没有经过这个阶段，只教你帖子拿来就开始写字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从选帖以后要经过这个读帖，把帖子读完，那知道意思啊，才知道下啊以及是什么东西啊。啊，第三个阶段叫临帖，读完以后临帖，临完以后呢，要经过一个阶段叫背帖，不看了，丢到旁边去，直接写出来字跟帖子很像，那叫入帖，叫扎实的功夫做好了的意思。最后面叫注印，啊，你写过了100个帖子、200个帖子，按照自己意思去写字，自己去印笔，啊，
随手拈来，啊，这已经到了比较高深的阶段了。学了一段时候的人，这边叫串题，那大概五十年才一个。不过各位用功的话，你还有机会了啊。我们今天讲到啊，欧阳询，啊，这个是我们欧阳询。欧阳询，欧阳询这一段啊，这一段欧阳询这一段啊，也就是我们欧阳询李前民里面的书籍里面的这一段啊，九成宫李前民的后面的这一段一直到这里啊，我们上礼拜讲到那边一直到这边啊，讲到这里已经讲到这一段来了，九成宫已经前面讲了一些哈，那我今天把这一段里面也把它，各位还没有学之前啊，我们先读一下，这叫读帖，读完以后才要临帖啊，示意。那很多同学一开始就写这种字，啊，这已经叫反黑，我刚刚所讲的，踏碑以后摆了那反黑，还打上九宫格啊，这些都被描过的字，啊，所以这个叫连帖在这边，那也都两码事啊，通通不一样哎，你写这边很好看，那你是在写欧阳询吗？不以为然啊，各位要注意了，不是很清楚就很好，经过了几千年还会很清楚吗？懂得比喻，所以要好老师，太重要了。好，我们上面有这个我们的帖子，啊，帖子的部分里面，我们来这一段，啊，我来把它读一下啊。上回我们讲到的是啊这一段啊，我们讲到。各位同学，温故而知新，温故知新啊，可以为师也，可以当老师也。所以，我们从九成宫李前民一直毕师建，一直到啊这个魏征所写，一直到九成宫避暑，皇帝在这边避暑，一直到关山控天，啊高山做这个，一直到啊很多的长廊啊，然后一直到很多甚至台阶上面就做宫殿啊，然后啊他说。用西往上看的时候，就脚底必行，哦，有八百尺，八百尺高哦，哦啊，下林往下看，哦，就晶莹千顷。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一段，啊，宫廷的建造的经过，还有啊它的高度险峻，是不是？哎，我们刚好上礼拜讲到这一段，我们第三讲讲到下面一段，就是宫廷室内的。啊，金碧辉煌建设，以及它的雄伟，啊啊，这一段前面啊，这一段啊，我们把它读一下啊，啊，我们上面有写啊，朱辟高影，啊，就是我们宫殿里面很多这个啊，朱辟啊，这个窗帘啊，用夜明珠啊，去串一串一串的夜明珠啊。还有跟墙壁啊，啊很多的造型，啊很多的啊这个古物啊，啊啊建筑古物造型跟里面的一个啊所谓的我们人啊叫化妆啊，啊它上面有金色的，还有布置这一列的宫廷布置啊，啊这个美轮美奂的。金碧辉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天坛，我们看看我们故宫，又看到我们的中正纪念堂，那种盖瓦头顶上面，啊，有我们金有这个红色的朱红的，啊，还有我们啊这宝蓝色的这种颜色，啊，还有绿色的，啊，这种建筑物的砖瓦结构柱子，啊，还有宫廷里面的。啊，建设屋梁、窗户，啊，所有的围墙、回廊，所有的这个啊，建设的里面的装饰，但是这里面在讲宫殿里面的，哦，要夜明珠啊，夜明珠你们看过？宝物啊，金光闪闪啊，用整串的做窗帘啊，哎，还有呢，里面的黄金啊，
这个造型啊，这个摆设不得了啊，建筑物里面的这个叫金碧辉煌的意思。我们来看看啊，下面一句话啊，这个造作云霞啊，碧辉日月，哇、哦，这个太严重了。他说，在这么高的山上里面去做了这个啊，建了这个宫啊，这个九层宫。那宫殿里面呢，竟然金碧辉煌，所有的花亮的地方一直又高啊，又雄伟，直接呀、啊，竹耸云霄啊，竹耸云霄啊。那后面那一段更好玩了、啊，北窥碧窥日月。让我们的月亮跟太阳啊，这种光泽啊，黯然无光，没得比。我这文章太会写了，我觉得魏翁这一段写得太漂亮了。这段各位记得，教达温霞，北窥日月，这八个字太好用了，太棒了。再写一个景色的时候，各位可以抓出来用。跟兰亭序一样啊，324个字不是叫你临兰亭很厉害，文章会用。接下去是观题移山回稿啊，那我们看到，我们详细的去观察，它可以把整座山的啊，我们看过我们基隆啊，叫移空移山啊，叫安乐社区，它就把整座山淹掉了。移山回港可以做很多的造景，而且回港是什么东西呢？下面做很多的弯弯曲曲的溪流啊，这个简直是太棒了，景台极致。这个词啊，又有一个音叫恰，这个有一个切音不一样的，胸甲恰。这个音比较，那我们一般讲就是讲否极泰来，这不好的。我们讲好一点的，景台极致，这是什么东西呢？把这座最高的山然后可以呢很大的东西到最小的东西它都把它浓缩了，很大的可以用慢慢的经过思维里面很巧的去思维，所以这个卡在一般讲奢侈在这个地方是不好的，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是指移动移动把整座山都可以移动这水也可以移动在这个解释这个两极化的一人穷要因为配合皇上的需要，以人用人工的手法去把这种这个移空移山的、这一类的造景这一类的东西很严密的为了要适合人的居住还有那一个人的 idea 叫龙角清油，哇，这是一个很棒、很高深、很巨大的 idea， 跟一个很大的工程这一段不容易，三步五步一哨。还有可以跨水架营做长廊，哇！参差之间里面，又可以盖这么多的宫殿，那不得了的工程这个都还不算，后面这一句更好玩了。进入到贴切，他还夸他，至于岩井流经他说这个夏天的时候非常的酷热无结晶之气，他说无结晶之气，他说哇，让你都没有感觉，外面很热刚刚我们要来我们这里这个私立大学之前呢，外面温度30几度37，酷热。好，然后在这个九层之宫里面呢，虽然夏天很热，也没有这种酷热的感觉这个叫无一争之气，就是没有废气、废者之气，而且非常里面都没有这种感觉表示这个地方很清幽微风徐动
风徐徐的吹来啊，又有凄凉之气，凄清之凉，啊，又血清之凉，感觉到哦，人非常舒适凉爽，啊，这个地方推荐者，这个魏征太厉害，会用这一段，啊，来形容他，信安体之解所，信安体之家所，哦，啊，我相信啊，这里是在这边呢，啊，嗯。我们安阳啊，身体啊最好的第一选择啊，啊叫家所，啊，接下去成养神之圣地啊，也可以说啊是调养身体啊，怡情养性啊最佳的地方啊，啊这一段实在形容了，对仗都弄得太棒了啊，啊这就是骈文之美了。我们来看看接下去，汗之甘泉，汗之甘泉。我们啊，历朝很多记载，在汉朝很多的地方都有那个，除了那个涌泉啊，都很甜的，听说都会养生不老的。但是唯一的九成之功，这个李泉啊，李泉呢，啊，哎，魏征把它形容了更厉害了。最后一段结语叫“不能上也，不能雄也”。哎，听说汉朝有这么多，也比不上我们这一口九成功李泉啊。哎，各位同学，我们再读一遍，就把这一段，啊读完。朱辟啊，高颖金辟相辉，驾得云霞，别开日月，观其移山回岗，强太极气啊，一人强弱，两足轻摇啊，低鹅严禁流金，无结晶之气。微风疏动，又色清之凉，心安体之解所，形容神之圣地，汗之甘泉，不能雄也。啊，以上这一段，各位同学，好好的要记得。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啊，这个学员为何呢上书法课，这个学员呢，一定要挥动毛笔，这一点太重要了。那我们上书法课不是在演讲，演讲是听的，叫马耳东风，这边听了这边飞出去。各位同学，当你在听课的时候，不要用耳朵去听，用这里去听，你的生命的啊，这个宇宙黑洞在你头上，用这个去听，你会锁起来，听进去不会跑掉，用螺丝脊柱把它锁起来。我们人的眼神就是从这边出入的啊。然后为什么要写毛笔呢？啊，这个用嘴巴讲都不会算，讲的天花乱坠没有用，最重要就是第一个叫滑度，第一个计划，这个就是它的原则跟计划。这一点你滑度如果没有，去测量好，我们现在叫数据了，对不对？你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叫实战经验的。所以写书法一定不是在旁边用粉笔啊，或是用其他的东西。代表去写字，这个叫代用工具，所以当然写硬笔也有叫用钢笔啦，圆珠笔叫硬笔书法啦，是不是？那上课直接用红笔写，跟毛笔那差别18000里啊，对不对？对不对？印章的刻印章刻下去还可以描，还可以修饰啊，对不对？画画也可以修饰啊，写书法写下去你修饰看看，行家一看就知道你这个偷描过，啊？放大镜就看出来了，是不是？这一点太重要了。所以最重要的这一点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一定会动毛笔呢？一个好老师要教你叫笔触，就是笔去接触纸面的那一种感觉要有。我们今天没有教这个啊，各位同学，要教我给你看哦。看完了以后，你拿来给我改。一节课我有80个学生，差不多50，现在好像比较少人了，30-40个学生。
老师要搞三四十个的话，老师已经念三四十遍了。一周教了五堂课，啊，他写了150遍，你才写一遍，你再怎么搞啊，搞不过老师，懂不懂意思啊？最进步的是老师。还有很多人啊，我小孩子哦，三更半夜去排队哦，国语日报哦，报名哦，或是很多的那个所谓的才艺班呢、啊、去报名。晚上都没有睡觉，妈妈去帮儿子带领，第二天去上学了。哦，啊，那儿子写字啊、画画就被刊登出来了。哦，我的儿子好棒哦，哦，哎，对不对？这是一个 marketing， 是一个广告啊，噱头啊。嗯，然后呢，老师就在那儿子上面打了个很多圈呢、啊。我们写书法的人最喜欢老师给你打圈，可是我最讨厌圈。我小时候为了个圈呢、啊，跟就不想写字了。我告诉你，那圈圈圈，老师怎么给我打零分呢、啊？啊，我就很用功啊，啊，结果我失望了，第二打圈。那一般高家长或是学生很喜欢圈啊，圈表示不错了，对不对？这是懒惰啊，应该老师给你修正问题错在哪里，优秀在哪里，要给你表达。我常跟学生讲，如果那个老师把你改得满江红的时候，你要感恩，懂不懂？因为那个老师花太多的力气在你身上，因为要让你懂，还有一方面鼓励你。这一点，叫我们人呢、啊，叫这个，很喜欢，认为这位好不容易碰到一位、啊、这个学生不错，有将来性，他会下更多的苦功，更多的时间来教育这位，这个学员，包括我们武术的话，他不会全部教你的，要看一波，等待你背叛他的时候，老师要修理你。叫维护门派尊严，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在写书法，第一个叫笔触、笔气接触，纸面一定要有。所以一开始写字，用那个描红啊、描绿，描了老半天，描什么也不知所以然的。老师教你第一个叫目测，左边这只手换这里，这张纸张这样就三分之一了。这个是中间线，这毛笔一拉，哎，就是坐标了。这上面可以写六个字啊，清清楚楚的格子坐标。你们看看那个苏联跟那个在打仗，结果用那个现在太空啊，有卫星啊，有没有？有那坐标，你去看，还没有飞弹还没有打到，有一个坐标，就是这个意思，叫准星啊。我们写书法也是这样，这点很重要，记得哦。这个叫笔触，要好老师带你的手去写字啊，叫笔触，不然你不知道轻重缓急啊。这一点是我们以往教学所缺少的，这一点大家各位学员，我们也许这一节课大家比较有缘分了、啊，多了解一点吧。来，接下去我们啊，初习者墨汁和水比例的认知啊，这个太重要了。但是我不主张你一开始就用墨汁啊，这是因为在课堂上面，因为没有磨完就下课了，在减低时间上面，所以用墨汁代替，这叫代替工具。所以有人在现场会啊，用墨汁去写字要送你，你就不要收了，因为墨汁是胶，它会掉下来，也不会保留很久了。而且你去表背叫浪费金钱，哎，要记得一定要磨墨啊。好，那我们比例。在课堂上面，因为渲染的关系，怎么去尺度它？啊，因为在课堂上，所以第一个你要有水的比例大概是这样的话下去，然后先放水，然后再放墨汁，我们再用墨进去，墨再弄上去，先弄水再墨。那比重多少呢？啊，这个墨水在墨，为什么水要先下去呢？因为墨的比重比较重，
水比较轻，啊，因为墨是胶啊，所以胶在上面，水在下面，可以涵盖进去，变成融合了。如果你墨先放上去，再放水的时候，水会浮在墨汁的上面了、啊。这样等一下你要写字啊，先染得一大糊涂，这点太重要了，各位同学，啊，记得这一点哦，比重，啊，四比一 ，OK。四比一到五比一，五分之一的水，或是四分之一水，四分之三，或是五分之四的水，这是最棒的，融合掉掉了，写字就差不多 OK， 不会先染了，这是一个技巧性的，现场的技巧性的，所以同学要记得，啊，四比一或五比一，五比一是更好了，哎，你还可以控制一下，如果太色拉不动，还可以控制一下，所以等记得啊，我刚刚有。给各位同学来看一下，哈、哦，记得哦，哈、哦，啊，像我现在弄这个东西，啊，那有分为，啊，这个，啊，比如说我们，嗯，我现在要写行草，啊，那直接写下去的话，就会，啊，就会很棒了。然后，比如说我这样写一个，写一个行草。那你写起来，你就按照你的这种习性，啊，各位，这个就是习性，哈哈，马上会好的习性，你就哦，我们马上这种墨有淡墨啊，也有那个，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些，啊，好，刚刚我所讲叫笔触啊，如果轻重缓急没有教你。你再下几波，下四级嘛，不好，这太重要了，这观念。还有水的运用多少比例，太重要了，啊，我们来看看，那毛笔蘸墨灰书毫端的比例，那更好玩了。注意看哦，这个小孩子骑大车是危险，所以拿毛笔最好的这个水啊，墨汁啊，整个弄上去写字写的哪里呢？写到。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要整支压下去，啊，这差不多啊。比如说我现在墨汁通通掺了啦，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我通通弄了，啊，写字这样下去的话，最好是这样，三，啊，用这里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啊，来写字最棒，啊，如果不四分之。四分之一半以上的四分之三来写字，啊，一半倒是四分之一到四分之三最好，四分之一到四分之三这样压的话，你弹性笔可以弹起来。如果你整支全部压下去的话，你那个毛笔没有弹性，弹不起来。所以我们常常用小笔记写大字是一个危险的，因为没有水了，写下一笔啊，没墨水了。所以这一点，单位给我就不够，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大概比例也要知道一下，四分之一、四分之二、四分之三都很棒，四分之四通通压下去，笔没有弹性啊。我们练武的人一样，啊，我们练，我们刚刚写字啊，这个，全部跟打拳一样，定气先将两足安呐，啊，叫卡位耍好在，卡位。这比例卡位耍好在啊，心停胸包，这个比例都分很好，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太重要了，文武是全部一样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啊，毫端的比例，那我们这个人你走这样啊，我下去，全部蹲下去，要再爬起来很困难了。你半蹲，随时可以动，随时可以动哦。这一点，各位太重要了，啊！所以我们以前呢，啊，不是漫步，不是抢波，那叫飘逸，啊，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各位文武也是一样。好的，老师教你这些比例分配，通通啊，我们。各位学员注意，我刚刚教的东西通通写起来，以后很好用啊！接下去我们进入到欧体结构48法。
啊，这个太重要了，这个这本欧题结构四十八法，这个太重要了。那结构法，我们一般都结构，哎，书法结构是什么？那叫口头禅。我常常讲了一句，哎，讲了老半天，啊，不如呢，用眼睛看。这个结构叫这个叫口头禅啊，我们术语啊，上课术语叫口头禅。啊，结构怎么样？结构怎么样？术语。那我们要注意了，四十八法里面的第一法，我们上面有一章，啊，第一个叫天赋。天赋就是上面有一个盖子盖着了。哎，他说：“天赋者，繁化皆冒于其下，其他东西要包括在这盖子下面，要在里面。”所以，我们第一个字“宇宙”的“宇”，一定是在这个宝盖头的下面；第二个字“宙”也是在这个下面，对不对？那我们讲第二个“地宅”，啊，地宅是什么东西？就是支撑起来的意思了。上层有盖着，下面也要组成起来，是下盘要稳的，叫地基呀、啊。啊，他说什么？地宅者，有化皆托于其上，有化皆托在这个上面，从下面往上层。啊，有什么化啊？叫横化，通通托在上面。所以我们前面里面所讲的，至圣先师有没有？孟子通通在上面呢、啊，这些字就是托上去的，从下面组成上去的。这是天赋叫地宅，大家说听啊，对啊，我们看看我们最后面的表背，我们的表背，施龙明老师那种表背，或是我们旁边有很多的啊书法表背啊，书法表背里面不是也有天有地一样的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们这个公文啊，有天地之分啊，通通一样啊，有天有地哈、哦，啊，天赋地宅，第三个。叫让浊，啊，他说让浊者浊昂又低。那我们看看上面里面第一个热跟布，啊，所以在写的时候那个力量跟那个啊所谓的翼布啊，还有力极的极都往下垂，有没有？啊，又低啊，右边比较低，你不要写平起来、哦。所以平起来的话，你那个字啊，力极的极，把那个枝拿到上面平着，那是很难看的、啊，要在右边要低。有没有啊？这一点太重要，叫左昂啊，让左就是左昂右低。那另外的接下去就是让右，他说让右者啊，右伸左缩，那右边要延伸出去。表面上那个读啊，你看那个读，读上面是不是上面右边比较大，左边比较小，言字旁比较少，还有那个啊，你看那个下面乘积的积，那个密字旁比较小，那个折比较大。我们看看上面还有一个字叫议，有没有？啊，我们议论纷纷的议啊，上面左边一个言，右边一个啊，忠孝节义的义，是不是拉长了？是不是？啊，这个叫让右边啊，它的右伸左缩，右边比较大，左边要小小的缩起来。这是我们第四个结构法，啊，第五个啊。第五个就是横胆呢、啊，啊，这个横胆者要中化一，哎，这个我们跳过去，因为这个比较少用，啊，我们叫啊，这个画短撇长啊，那个啊，这个画长撇这个撇长啊，这个画比较短，撇比较长，啊，我们写左边啊，写在啊这一列的东西，那各位也要注意，啊，接下去就是。啊，画长撇短，啊，那我们就写横画比较长，撇比较短一点。有这些啊，红啊，灰啊，啊，右啊，啊这一列的字，啊，接下去就是，啊，他说画短直长啊，啊撇捺余生啊，这个就是撇，就是这个是撇跟捺，啊，一定要伸展出去，
啊，说横画短的话啊，这个捺跟撇要是什么？这我们写了课本的本啊，木头的木啊，啊，这个要注意啊，东西南北的东啊，啊，这一点很注意。啊，再来就是画长直短呢、啊，撇捺一缩。刚刚是撇捺拉出去，现在撇捺就要缩。那我们来看看，啊，快乐得乐，下面两点就缩起来。我们呢，我们到南投去玩，叫集集去玩啊，吃吉阿冰啊，骑脚踏车，那大火车啊，就是这个地方。我们那个建筑的筑啊，下面那个啊木头下面两点，哎，这个叫撇捺缩啊，刚刚那个是撇捺延伸，对吧？啊，这是一个理论啊。再接下去，横长竹短，我们横的要长，竹的比较短，那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上。这一列的四，这一列的，啊，接下去叫横短直长，那横的短，直的长，那我们看看哪几个？才高八斗的斗都要长啊，才要长啊，丰富的丰要长啊，啊，接下去上下有画须，上短而下长，上下都有两个横画，啊，上短下长，啊，这个是理论，你要记起来，啊，接下去叫。左右有直啊，一左缩而啊这个右长啊，你看右边比较长，字也右边元音的音啊，这个就是右边比较长，因为左边有一个竖啊竖啊，这一点很重要喽哦。来，我们再进入到啊左直右撇啊，一啊啊左练呢、啊、而右放，所以左边要。啊，右撇啊，左啊，左直右撇，左直右撇啊，右有一个撇有没有？这里有一个撇，左直右撇，这个直啊右撇，啊，这个的左边呢啊要收敛了，右边要放开，不这个再用捺缩的话就难看了，所以这个放出去。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字啊，又讲，典负责啊。以按阳啊，向背啊，以求变啊，啊，这个叫点腹啊，你看看按阳下面这个，下面呢，一二一二，啊，按阳向背，这个跟这个要分得好，啊，这个啊，啊，这点重复的很多点，啊，这个然最多了，啊，然，这里不是有一个撇吗？这里再弄一点的话就很难看了，然呢、啊，它用大延伸出去啊，如果这个地方再写一点，那个然就完蛋了。这个然结构写也注意啊。再接下去，这个地方叫做画虫者，宜淋雨，参差以画板。啊，画虫就是横画很多，叫阳平浮，不要三个都写一样嗡嗡啊。我们在第一节课我们已经讲过阳平浮的观念了，结构写啊，不要三写成三段都一样啊，人来呆看字就知啊，那傻傻的。这点太重要了，啊，所以你们看看这个山阳啊、平啊、湖啊，啊，这个意啊，就是我们古代的笔啊，这个要注意啊，啊，冉相生的冉啊，这个都要阳平湖要啊表达出来。他说接下去是两平轴左右移均啊，两平就是中间一段，两边平均，像那故啊、怨啊，这提议的提啊这一列，山河轴。啊，中间呢、啊，啊，物证，啊，有三个，比如说谢谢啊，啊，这个圆啊，一个深啊，一个寸啊，哎，三个平均，啊、那个树木的树也是一样，啊，这一点要注意。这里还有一个两段轴上下平分啊，啊，中为加绕剪，所以这个两段就是这里一段，下面这一段，一个鱼啊，下面一个饵，有没有？一个流上面一段，下面一个田，一个卵上面加一个金，啊，这个两段再讲这个，啊，要对好。第三个就是三连，这又叫三叠了，三个叠甲。头尾伸缩啊，乃要停匀了，所以这三点平均度要有，像那个意思的意有没有？一个立啊，一个日啊，一个星，三个平均分配，太重要了。这一点，接下去我们讲三撇，啊，叫下顶小户啊，二一二三有三个撇，这要注意喽，啊，
所以这个三个别，如果你把它写成同，这个又拉很远，这个又拉很难看，这一定要在这个别的中间呢、啊，叫下顶下一别顶上面的小物，啊，很多人把这个别、啊、一二三分成很开很难看，啊，这一点要注意啊，尤其这个修有没有啊啊，这个虚啊行参啊这一列的，他说三点法以下。点提方啊，以上点助笔相应哦，这个要注意了。这里有三点水叫上手，这个叫各位，我们这个叫三点很难听啊，这叫上手，上水啊，上水，水丢到地上又弹起来叫上水啊。这个上水的地方就是要注意了，这一点说笔不要说在这字的中央啊，说到最上面这一块要连结。这叫行断意不断，念一遍，啊，行断意不断，这个很好，啊，这个当然很好，啊，所以这个有很多人这个笔写到共的中间，或者写到字的中间，第二弹起来的第三点了，一定要跟第一点连结，第一横啊，第一横画留的第一横画或是一点连结，我们一般写字没注意这个，就断掉了，啊，这个太重要，要注意啊，啊，再来接下去。中间站者，中独雄，啊，这个笔中间就这个最好，啊，这个是精度里面最横的，就是中间这一段，啊，他说上下站者中小，啊，上下都有站者，中间就一点点，中间呢都一点点，重叠度都一点点，那个鹰的一点点，那个宝盖有没有？上面有一个两个火，下面一只鸟，上面就宝盖头一点点的，这个串跟经也是一样啊，那我们看看重完啊，以语取境，就是飞的这个地方，这其实这个重完叫被抛了，我们摔柔道啊，这个抓起来，啊，这弹腰，哎，这个地方很重要，风文的武的一样啊，这叫这个叫重完啊，他说重完呢，这不是重完，这叫被抛，念一遍。背部啊，抓起来，要把它摔出去啊！要背抛，啊，这一点太重了。风，啊，这个一劲，所以这个地方要很强劲，它的意思啊，叫横丸啊，贵圆圈。好，那我们看看他在讲这个了，横丸呢，在讲这个，收笔的地方要好，他说的很漂亮，这个。说笔的地方，我们这个叫浮鹅钩，鹅在水上面游泳，叫浮鹅啊，啊，所以这个它叫横丸呐，啊，好，接下去是下站地步啊，啊，下站地步就下面比较大，上面比较小，所以这个要宽，上面比较小，叫下站地步。再来，右站者右不妨独风。这个右边比较大的人，右边就要啊两个平均度，右边都比左边大，啊，再来左站者，啊，左无前偏私，他说左边比较大，右左边比较大，其实这个理论跟前面有没有，让左让右有一点类似的。啊，这有点叫给供哎，那里边，啊，左站地步，右站地步，记不住刚刚我所讲的，啊，好像这里，这个很接近呐、啊，有没有？让左让右，你看，啊，各位同学你们看啊，让左让右，这个有一点类似的，哦，啊，再来就是，这两个有一点类似的，接下去，叠替者，啊，当或挑或助，这个。就是我们写字里面，比如说这个木头有好几个了，木头有没有？这里一个林啊，啊林是不是？如果单单林，这个要勾，这个要勾，还有一个森林的森，有没有？那有三个木头，你怎么办？所以三个木头都要变化了，一个小小的啊尊句，一个小小的敬奴，再来一个勾，这三个要变化。他在讲这一段叠替者了，在讲这一段，再来上下勾替者。下勾明而上勾暗，他说有两个重叠的时候，
像你那个有没有书签的签？哎，这个上面勾布你不要还要勾了，所以上面这个不勾，下面这个勾，啊，那个枣啊，上面这个树啊，上面不勾，下面勾，啊勾勾的勾，壳上面不勾，下面勾，啊，柔道的柔，上面不勾，下面勾，啊，他在讲这一段，在扶养勾啊，挑折虎勾说鹅养勾生，他在讲这个了。他在讲这一段，这等于是扶额沟的意思了。上占地步者，听其上宽。好，我们上占地步是什么东西啊？其实他是在讲云呐、啊，上面个鱼跟下面，上面的蒲跟下面，啊，它上占地步就上面比它围大一点，比下面这一段大一点，啊，他在讲这一段。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外四叠，外四叠。就是嚣张的嚣啊，这一类的气急的气啊，口外面很多个，啊，这个臂整啊，体格臂整，这个臂整方啊，这个用看的就可以。那你四个口一定是写出来平均度要有的意思了，方块啊，平均度要有，啊，就是要讲这一段。接下去就讲邪乐。不宜平则舒适，他说、哦、这个乐啊，这个邪乐这个地方，这横的如果也把它写平的，那个也很难看，所以也要写这个啊写的，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你们要写中间写一竖很难看，要写倾斜。这中国的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横画都是右倾。那很多写字那个是不是头口坏掉，或是眼力比较差的，常常右边都往下垂，那写字就难看了。重组的词也是一样，往上，啊，往上写啊，这个注意啊，这个讲得好，好的我会鼓励，坏的我会批一下的。那接下去就是重，啊，这个重捺之字啊，必要啊站头稍微，他讲这个地方啊，啊后面呢站头。他要讲前面这一段，前面有轻轻的转笔，就要收尾，啊，重歌者之法，啊，最忌啊，力弱身弯的，啊，他在重歌了，这个歌部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强劲，成功的成，脚成功的成，这个歌部要写得很棒，啊，不要写的收笔软软的就完蛋了，啊，那我们再看看啊，这一段叫横歌啊，不厌曲，横歌就是。这个心部了，心部要下平，这一点各位要注意了。我们很多人写那个人呐、啊，写的那个心都歪歪的，心要平，要心平气和啊，这一点很重要啊。这面我们讲到这边，四点水这个鸟啊马，这叫马齿啊，四点水马齿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啊，再来就是我们那个明天的明啊，原野的人啊，叫上平，所以。明天的明，这上面是平的；老师的字上面是平的，啊，原野的也上面是平的。下平之字啊，宜其也，所以这个招你就要往下，你不要招又跟上面平，这个字就很难看，叫结构写，这个很重要啊。下面后面叫延伸哦，后面这个是起的，下面是起的，啊，这一点很重要。这样，啊，这个从那者西有说有生呢，啊，从那，你看呢、哦？这里火不是一个捺吗？这里又是捺，左边那个又是捺，啊，所以两个火一个痰，这个捺很多个，你要一个缩，一个延伸，啊，接下去是我们讲到啊，最后这三个啦，就是我们逐步啦，啊，朴字直啊，啊，物偏啊，以上结中啊，逢相对啊，这个中间这一段，啊，轴啦、竹啦、四的这一段跟上下要对齐，这段很重要。接着，土字直啊物偏呢、啊、以下撇啊左竖正对啊这个，啊这个下撇啊左竖正对这个牢啊靠啊这个东西往上这个要对齐。这里面呢错综复杂，就是繁呢、啊、这种字啊细啊这一列的字啊心啊这一列的字。
这六字的比较多，所以啊，很多捺啦啊变成缩笔啊，撇啦也缩笔，它这个这叫繁复错综复杂，这个理论是这样。总共四十八划，我简单的把它啊讲完啊，这是我们啊结构学。那我们一般人老师在讲啊，这个结构什么？这个结构叫口头禅。结构学有结构学的特色，东西是什么？讲清楚。嗯，啊，这一点很重要。最后，啊，我来，讲这个李全明，啊，栽柱临铁示范，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我们学员注意啊，现在进入叫刚刚读铁读完了，现在直接临铁，临铁就是示范了。那我直接来写到我们各位同学，这几个字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一章啊，哈哈，啊，就是这一章啊。那我们直接把这个应用到这边来。啊，这个是猪。珠片，啊，这个要注意了啊！这个写这个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啊，勾替的地方应用啊，勾替的这个地方应用。这个字啊，第二个字是撇啊，这个撇啊，这个很这个很重要。好，接下去是高影。
这个是这样，笔再拉回来。这个影，注意一下，这个要尖锐一点。好，以上是我们各位同学，我们第三讲啊，全部啊，我们欧阳询方法啊基本应用，我
由我们一支浮琴导进来，这个宇宙之伟大，一直到我们历代的这些四书六艺四书礼乐书社乐器的相通一直讲到我们对这个结构法还有很多同学刚开初习者的用墨用笔的经过我一一把这个结构法跟用笔墨以及我们第三节课本文骈文里面的精彩的一段我详细都已跟各位来讲解了希望回去大家加油我们第四节课更期待我们第四讲正式进入到我们真正写书法我们以往就是讲课讲太多书法就是要写字要动笔所以我们第四节课可能会比较精彩一点会进入到真正书法的挥写的一个殿堂里面去也就是现场即兴阿托利布这一列就是未来的文创我们人才的培养这一列需要有很好的师资希望在座的学堂里面的所有学员把这个传播出去中华文化伟大的地方传播出去传统都快流失了赶快再找回来以上大家平安如意学业进步谢谢